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，我是记者刘于燕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华信投顾的林和燕分析师来我们节目，老师好。 大家好，我是李仁燕。好，那川普这两日拜访中国，而习近平呢，他也大手笔的送上大礼，他跟美国的航空业巨头波音公司订了三百架的飞机哦，那这个价值已经超过三百七十亿美元，这也让相关的波音供应链的股市大涨。那究竟这个行情是一天就玩完呢，还是将成为下一波市场的主流呢？你怎么看？好的，这为数还不少哦。 那因为这个消息的关系，也让这两天全世界的股市都掀起了波澜。对，你看昨天晚上欧洲股市也大跌，嗯，美国股市自己也掉下来。对，那美国股市掉下來原因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哦那到底美中这一次的经贸协议，其实它不是签的，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东西，而只是一个备忘录。所以备忘录就是说。 可能会达成，也可能会不达成。那纵使达成，可能也会分好几年来完成它。那可是这样却造成全世界很大的一个哗然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目前全世界是一个经贸自由的一个状态，也就是说，你这个国家要跟哪个国家去做经贸合作，你会采对你最有利的。那公司与公司之间也是一样。对。那目前美国跟中国是全球前两大的经济体。 当大哥跟二哥在合作的时候，就会让人家联想到是否会产生其他的排挤效果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是造成全球股市这两天下杀的一个主要原因。那其实你的判断要分析正确啊啊，否则做错决定之后就很麻很麻烦的哈、哦。以美国跟中国的合作，其实排挤到最大的是谁？一定是第三名跟第四名嘛。那第三名就是日本。 第四名就是德国，所以德国昨天大跌了一百九十九点，今天日本股市一开盘之后又是急杀，收盘跌了一百八十三点，这个才是真正冲击最大的两个国家。那如果说对台北股市呢？啊，其实如果说要受受影响，应该是以联发科为主要，因为这一次高通、苹果一直想要把它踢掉，对，所以高通这一次跟在川普的屁股后面去大陆访问。嗯嗯 那同时跟小米啊、OPPO 跟 VIVO 签了约啊，总数大概一百二十亿，要分三年的采购。那这会影响到谁？会影响到联发科。对，所以这次联发科其实是吃了最大的闷亏了。那对台湾来说，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影响不大。为什么影响不大？因为大陆跟中国都是台湾的供应链嘛，台湾的供应商嘛。所以如果说两强权合作之下， 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一个商机，那我们站在供应商的立场，那是有利的啊！首先天台北股市开低八十五点之后，诶、欸、一路拉上来变成小跌十点收，原因就在这里嘛。所以你如果看不懂这一环，反而去杀股票，原本应该是有利，那被你这样杀掉之后，那你就后悔啦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里面波音签签了三百架的飞机，台湾有很多供应商啊，就表立这些供应商。 啊，哦、还蛮多的哦。那这些供应商里面，像今天的行情里面漢漲，汉翔涨两趴，凯拓涨二点六趴，成天涨零点九趴，龙钢涨一趴，金钢涨一点二趴，千富也涨了一点二趴，宝一涨了一点五趴，金宝精密也涨了二点五趴。所以可见得是利多啊。对。很多人却是把利多解读变成利空，这样就不好了哦好。right，啊，等会啊。 好、啊，所以对于整个事情的判断，你要有正确的解读才行。这一次中美的协议对咱打完是后诶好、啊，那有关这些波音的供应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没有办法为大家一一的追踪。欢迎加入我的 Lite，啊，我会为大家做更深入的一个解说。好，接下来请看一分钟看台股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。 一分钟看台股，提供给大家下礼拜一看盘的重点。那这一次美中的签署经贸合作，双方应该是大受惠啦。结果大陆股市上去了，反能美国股市却是在礼拜五礼拜四晚上是开低下跌的。收盘虽然跌了一百点不多，可是却让大家感受到似乎有利多出境的味道。啊，所以看盘重点第一个，礼拜五晚上美国股市能不能收复失土？ 如果能够收复失土的话，那么对於全球股市还会有正面的带动。相反的，如果美国股市持续做回档的话，那么台北股市要小心哦。啊，尤其台北股市经过连续两天的回档之后，目前上档最大的成交压力区在一零七五零到一零七九零，所以下个礼拜如果这个区间没有办法再站上去的话，那么回档修正势必会出现。那第二个，接下来。 下礼拜一跟礼拜二，所有财报全部会出来，要注意这两天啊，很多坏消息都会集中在最后一天啊，所以这两天财报数据选股才是最重要的，这两点提供给大家操作上的参考。